好，谢谢丸子。那刚才他的吉他手呢，就是刚才第一个报名的。因为这首歌，搞不好他们就变成好朋友。因为音乐而交朋友，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、不错的机会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继续欢迎下一个报名的朋友。他其实是我们铁花村呢，在去年呢，2015年呢最受欢迎的一位，他叫做佩东，好，很帅哦，好了吗，佩东？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掌声欢迎佩东。